平日股东以后也打算不让他接应聘，但不过他现在决定要带你出国了。我走了也应该得到打算。那公告我这来了，未来你若是跟家人走做伙，我一定会祝福你。我能替你做大人，你绝对不会有什么秘密。我已经开始行动啊，为明仔才开始，我就会成为叶志成的秘书。那你清清采采就找一个身边的人，敢唔惊家贼难防？你得好好啊，接近叶志成，入去大叶集团。你一定要跟四姐讲，叫伊一定要把这个代理院长的代志，爱甲接了。你若真正坚持无要做代理院长，要找伊出国去治疗。我今日出大事了！我今日要约我去相关的所在开讲，你当载我去。千寒，你饭店的履历表顶头写无任何亲人，我连相信有一个人无任何的亲人。千寒，咱若是真正要做一个人，是不是爱甲身家背景讲互咱知影，一点仔都袂得？我这点要求敢会过分？你莫走，莫放我一个人。对我来讲，这妈妈是上重要的。我一定要带伊出国治疗。我感冒好像伊是洗碗汤，我嘛快食了好些。这都是做人父母的悲哀。你敢知影这爆料的是谁啊？哪有这么侪相片？这代志足明显是有人故意的创造。啊，是不是要处理千寒的代志？敢讲要有谣言传到国较歹听？因啥物拢唔免做，我还出面把代志交代清楚。